套就可以了。你们自己看啊，对的，这样子哦，手这样子。这样子就八寸了，这最少六寸了。站在排水沟上弯腰以手测量，奇怪，这路边的排水沟位置竟跟路面差了快一个手掌高，而且还盖得断断续续，一段有一段没有，到底是什么工程让附近住户看了全傻眼？老雷公，你搞砍了比使用的土地还路面还高啊？那个这个奶奶做管嘛，应该跟路面平，那你知道？有意义啊，他现在根本就浪费那个霸谁的。离谱状况就发生在嘉义的一处巷弄内，排水沟硬生生比路面高了20公分，这样的差距让住户质疑这水该怎么排，而且尖锐突出的边角如果伤人该怎么办，痛批这到底是哪国的工法？它原本施作水沟的部分太过太短了，所以导致我们包商的那个水沟盖板的部分没有办法往下做，不然就要再深开挖，对，所以才就是做错，把它就是做高了这样。面对民众质疑，嘉义市府澄清，这处巷弄内的水沟是早期建商建屋自行施作，已经没有排水功能。最近正好在进行排水沟加盖工程，因为水沟尺寸比较矮，导致发包厂商误盖，会立刻打掉重做。只是这样的乌龙工程，也让民众质疑，根本是浪费纳税钱。记者侯国文嘉义报道。